宝贝好乖哦，当妈妈了耶，爸爸心里面手机感动跟你呼唤念。没想到这边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，我还以为他变成出场师。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？我都能感应，人家说女人被骗第一次是纯真，第二次是无知，第三次就是愚蠢。我只知道第一次是偶然，第二次是必然，第三次是命中注定。命中注定被你骗三次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什么意思啊？晨曦，阿美说季宝贝已经生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啊？是我叫他来的。不是，我来送礼物给奶奶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少爷，医生在楼下客厅等你。他说，请你带季宝贝下楼，他要带季宝贝去医院检查。我知道了。哥，我先把狗带到楼下去，那你们在上面等我一下。医生，麻烦你了。殿下，季队长，怎样吗？帮你的小狗检查完，一切没问题的。OK， 你决定就好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季队长，我们会安排你的小狗住进最顶级的宠物坐月子中心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产后照顾。等一下，要怎么来吗？这个是我们坐月子中心的服务项目，你帮我确认一下。啊？我来解说好了。我们有产妇专属 SPA， 还有心理医生帮她对抗产后忧郁症。等一下，季社长，饮食有金炖的去骨花生、猪脚。你变漂亮了，哦，谢谢，你气色看起来也很好。两年前，你失去孩子的事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没有保护好孩子。相信我，那天也是我人生中最难过、最黑暗的一天。你跟晨曦要结婚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恭喜你们。其实我今天是替我师父拿礼物送给奶奶的，我没有想过会遇到他。你放心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以后都不会跟他有任何瓜葛。给产妇补充胶质跟乳汁，不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妈妈可以补喂母乳哦。满月之后，我们还会分送红蛋蜜月礼盒，并聘请健身教练，帮助产妇迅速恢复身材。自从两年前奶奶八十大寿，她托你拿人工流产同意书给我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已经对这个人没有任何感觉了。
我曾经以为他是在乎我，在乎纪念品，是我想太多了。我从现在开始不会再喜欢这个男人。我要走了，陈静怡，真的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。祝你们幸福，再见。你要走了？对啊，祝你们婚礼顺利，再见。生了三只小狗，现在在坐月子中心，保持平安。哎呦，真是太棒了！哎呦，怎么在这个时候生嘛？我就一直是等着要看他生小狗狗嘛。我都帮你录下来了。真的？我跟陈心会来身边陪你。来了。哎呀，那是心仪嘛？哎呀，你这个臭小子，搞什么呀？心仪来我们家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啊？啊？哎呦，小小圆圆的，好可爱哟！第一次小偶然，生完了。你走开了，我要看心仪嘛。命中注定被你骗三次的。秦家驹，切，什么嘛？这时候突然，医生在客厅等你。我听到社长，安娜小姐也来了，你被俩包了，你。他要带鸡宝贝去医院检查。我知道了。那个，我先带狗到楼下去，你们在楼上等我一下。社长，你干嘛走掉呢？你，俗话说得好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。你留两只母老虎在里面，你在搞什么嘛？你这，你跟陈曦要结婚了，对吧？恭喜你们。其实我今天真的是帮我师父拿礼物来送给奶奶的，我不知道会遇到他。你放心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都不会跟他有任何瓜葛。哎呀，臭小子，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心仪这么讨厌你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奶奶八十大寿，她托你拿人工流产同意书给我的那一天，我就已经对她没有感觉了。奶奶八十大寿，她托你拿人工流产同意书给我的那一天，我就已经对他没有感觉了。奶奶八十大寿，他托你拿人工流产同意书给我的那一天，我就已经对他没有感觉了。奶奶八十大寿，他托你拿人工流产同意书给我的那一天，我就已经对他没有感觉了。他托你拿人工流产同意书给我的那一天，人工流产同意书给我的那一天，没有，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什么人工流产同意书。